好，哦，日本最帅大马来之。发。惨哦，要上课的时候失眠。Oh no！Oh no！等下要在学校大学上睡觉。奇迹！哎，羡慕我的朋友。No！这个声音难道是海的声音？其实是风扇的声音，我知道。哈，不是？什么东西？你这个声音应该是风扇的声音，我不知道。不是？I'm not sure 有一个尼古跟你讲过，以前我们有一个认识人叫做 Aaron。叫什么？叫做他名叫做 Aaron，啊哈？然后 Windows 电脑隔壁有风扇啊，嗯，所以每次我们很搞笑讲那个声音是海的声音。我的妈！可是玩 PUBG 的时候啦，那个 Aaron 很认真的，他每次都骂 Windows，怎么你开那风扇可以不要开？是啊，那家伙。的发，是啊，所以每次 Windows 那个风声音出来，我都会唱《听海哭的声音发，》。哦，我们是不在意啊，只有那家伙会骂他了。当然他很在意的，他打 PUBG 还要听到那枪声在哪里。然后我心想：What the fuck？你这样认真的么？好气爆吗？他可能有花钱哦。我对他有花钱，对，好没钱。我也是花过一次吧，我买一次 Battle Pass，然后那一次 Battle Pass 我达到满 level 为止，一次 PUBG 吧，都有 Battle Pass 哎、有啊，不然他怎样赚钱？你氪金买衣服，不是很多人要买吗？Battle Pass 你一直做任务，又有人玩，自然就会有人买哦。太强了！全部都是那个什么名字啊？什么名字我忘记了。哦，Fortnite 带出来的套路了。本来是 Fortnite 有了，PUBG 也讲哦，我们 follow 你。哦，放错队伍，哎，算了吧。
to help. 写封信给我，至少我还冷静，流着泪水和你的脸。Oh no, this is cold. What the fuck, 不是哥？不用紧，我蹦打那个下期还需要自还需自身硬，他很硬啊，他真的很硬。下期还需自身硬，说他叫，他真的很硬。下期不是要靠左威？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没泪的你，我的发下期一直还用嘛、啊？那个魔力的那个小，他真的很硬，他真的很硬。没关系，我的书比他硬。希望等一下有个 item 可以给我减掉那个 reduction skill reduction。那我的书就无敌了。十年树人，百年树木。哦，像有点爽。哇！拿来 ND match， 看到就讨厌。哦，好差啊！我的发，不要气馁，少年。上次也是没有气馁，十六命的命，然后打第一名。GG 有点靠赔的状况，惨了！哎，买啦买，果然还是要买。我玩 ，what the fuck， 四个二星。我领悟我原来那个什么那个东西死掉了，变小变那个 Enigma。嗯，这样麻烦啊。还好啦，一星吧，那个 effect。如果然后是三星的那个这个 MR 的效果就很顶，顶到爆炸。
看来我还是没有那个运气玩 Train Predator Nature Portrait 的。哎，给我 Fallen from Grace， 我真的很开心了。没那么简单。没这么爽，我知道，来喽。What the fuck？ 我要输了。喽。不过他的 creep 改了，你知道吗？说前面输了是很正常的。他可以改哦，他可以改哦。你全部如果一星的话，你基本上是打不过那个。我老实跟你讲。Oh my god！ 哎，算了，拿这个。我要成为魔法师。What the fuck？ 哇！我进 level。What the fuck？ Level 三房地。太强了！哇！我直接打你 ！What the fuck？Oh no！ 我给你过来打什么的？我为什么都没有死 ？Oh no！ 我来换掉 build 啊，就完。错，那下期还比这生硬。十年树木，百年树人。This is gonna be a good day.哇，那是一个你好强啊！哎呦，是你很强。Oh no！ What the fuck？ Oh no！ 没有 win streak 啊！哇，竟然！太强啦！哎，还是玩回魔法师，不愧是要三十岁了，还没有你的女朋友喽。哎 ，Razor 变变一 ，What the fuck？ 对啊，你有这边一块钱吗 ？Razor 还有那个 Necro， 几十？上次 update 吗？所以我跟你讲，这次 update 他的 creep 打赢你是很正常的。有一次我们如果我朋友玩，我们全部人死在 creep 身上。是啊，所以那可以打杨毅很正常的。现在听歌变三块啊？对，听歌变强了。哇！发生什么事？就是发生了一天，就 update 咯。Clockwork 变三块啊？要出白的 pass 了吗？还是 update 了？就白都怕谁啊？因为一直 update 啊，不 update 不行。然后那个托瓦罗变成5，变成 Tier 5的 Hero。
啊、哦，太爽了！还是有人拱的。哇，好多位置都满了，结果还是没有可以 level 2的东西。算了，拜拜 ，Transporter， 找谁啦？别灰心。也不是 Transporter， Natural Forfeit。我又打火地。Transporter 啊。是的，怎么要整天打你？我全部都可以二星了，就是没有给我第三只，二星不到，太 emo。Oh no！ 咯，上面跟下面一样。哎，你的小 Enigma 打死了。人家只是小孩子吧。倒霉 pony。喂，哪座终于 level 2了？哦，小鹿死掉了。哦，现在那个狼终于会 critical 了。嗯，改很多，我的那个蜡烛也可以 critical。哇，改超多。哎，想想一下，拜拜了。拜拜，我的 Tasca 熊熊。我只想要一个 Tiny 罢了，为什么那么困难啊？我只想要一个 Tiny 有哦，才讲话。Fuck。哇 ，fuck stun！ 哇，太狠了！省钱啊！啊，泰亨特！嗯，我只有泰亨特。What the fuck？ 我玩错吧咯，但是他还是要输的，拜拜 ，Let's start。果然，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哇，太阳都终于变 Warrior 了。嗯，对啊，太阳变 Warrior。终于变正常了。哇，那个雷洛是一梦到爆，给我兵仔炸到没有命。
裸冲一遍正常。是啊，什么憨的这么大字，不明白啊 ，developer 在那边想什么？哇，下棋还需自身音。这个名字也是很耍嗨的名字。哦，耍嗨有耍嗨的书法。哦，如果艾尼玛出来，然后他那个船长去炸那个艾尼玛小小子在另外一个格子。哇，你的 map 将没了。不要讲了，我也是不知道在想。太强了！看我最后一个 skill， 拿到那个 skill， 我的傻帽刷买在一起。这我在挖德发。太强了哇！这两个雷洛极惨的嘞，他是很为什么你那么强啊？不要问我，我也不知道。下棋还比自身硬，下棋还需自身硬。但是磊落可以反击过来，还留个三星。最怕 ND match 不好现在。哇，妈的又打了。干！每次啊，那个啊 ，pass 就 hook 掉他。我的妈！哎，看到就闲。Oh my god！这样的阵容，啊，买到 CM 了。卖掉 CM 吧，你不需要了，反正你都一百命。其实需要的，因为有阿奇瓦登在。发。再给他那 reduction， 你就可以看阿奇瓦登一直分身。你最好不要拿到 refresher 啊。难讲的时候都是 flag 的，我有试过，真的很好玩。因为我放两个二星 out warden， 一个一星 out warden。我的发，哦，没有，发不要。MOM 变 Tier 3啊，哇！哇！哇，新的 MOM， 不错啊。哦 ，Felix 死掉了。Oh my god， 这发生什么事？是嘞，原来失眠的南部可以赢。我的发，不要这样，很痛苦哎，大师哎。开始省钱啊，干，没钱啊。我要省也省不了，我只能过。
有够多个 Anima 出来。哇，那个 level 9啊， what the fuck？ 对，那个 level 9、啊、因为他够钱嘛。哇，我跟你讲了，他现在很怕、啊、所以他有三星啊，就直接够钱嘛。直接打他，大概知道他们的玩法。全部去看那些 YouTube 啊，看那几个布道的玩法。现在什么都不求，给我升级我的。哇、wow! ，Nice。太强了，哎，又是没有过钱啊，过钱真的是 RNG。 啊，你都 level 9啊，正常啊，等啊，我过，你怎样过钱啊，我的妈，你五十块的时候你就会有加五八美灯，而且我一直赢耶，大佬你就好了，一直赢，不要问我那个，就是烂来的。我看到他们玩那个，他打你，我看他们玩那个迷你 hero 啊，然后打我打不到我，我这边笑啊，那个三星打不到我，因为他比我那个 skill 弄掉。居居，打不到 ，What the fuck？ 是啊，那个四星四个 star 那个、欸、Primordial 太可怕了，我都跟你讲了，天时地利人和，我真的没有想过，我完全没有想过，我惨了，下个队我打火帝我要输了。长啦一期，哇，真的太狗了！算了，人生就是这样。就打火地七七，给我猜中啊！这个打火地 ，Oh no！ 喂 ，lucky lucky， 哇，哇，新的 MOM 真的很强哎、欸！怎样？是强在哪里？他没有二星 plus 一个，他一到地命是没有被打，他是不会死的。以前是还是会慢慢那边扣，然后死掉。现在是什么啦？我们可以放 slug 了。哦，可是雷洛还没有死掉，干。喂，就错啊咯哦 ！What the fuck？ 哦、oh, ，OK。我都九了嘛，大佬。再错啊咯会好一点啊，还是？我觉得好一点。Your refresher. Who is Gami? Gami? 哪一个 ？Discord 那个？啊？啊？哦 ，GQ 啊，鱼骨跟 Ventus 的朋友。
有打 BS 给 Vendors 他们拉入坑，嘎没有，哎算了，拿最好的惨了，你们全部拿这种更好来的，哈就拿 buff 了 fuck。 够钱啊，哇，打南部干咯 GG， 有 level 3年是个赢，我老实跟你讲，哇不用打了，真的是哦，我输给 Felix 了，终于输了。哇，你血呢？错哩。我的发，用打我真的。我的发，我好出翔，下面那也全部要输了。不要第二名干。喔三个一星，阿妈加开，哇不怪得没有那个熊熊啊 level 三年，我的我被你挤了，打不赢啊！剩下我是强者，全部对到啊！我一个错 ，GG。好吧，去死吧 Felix， 你以为你救你有 Record Force 吗？我也有，为什么你那么强呢？因为我是主角，没有啦，等一下，哇，那是 BS 台词耶，靠北哦，原来南部是主角啊，就是不要给我一个 Enigma， 我心碎了，这个 RNG 有啦，如果我是主角我不要不用烦恼，就是打阿玛加开太难打了，这家伙
啊 ，Felix。要不要卖掉那不行。卖一卖这个 Push。哇。哇终于有二星了 ,What the fuck?啊，这当然是我打不赢。对，当然是我打不赢。我要冲那个 A 吧，没有来过，穿一木。然后太阳队也没有来过第二次。那最尴尬、最尴尬的时候，然后那个兰克也是没有来过第二、第三次，很尴尬。The fuck？ 是啊，而且很尴尬。现在我情况，我会输，就是因为我没有二星，不够二星。全部输了，打不过。我是靠分身啊，不然就打不过。哎，给我中懒觉一个。说到哪一段？不是靠分身，你是靠人家打不过，打不到你。我的妈！给我 refresh 都好啊！干！哎呀，有 friends and family discount。顶不顺了，是时候玩这种变态招数了。抽完了 ，Go！ 阿玛甲盖是个问题耶，太紧了，阿阵容。那强调熊熊真的是惨。耶、yeah, ，Felix 死掉了哟！还是没有熊熊。喂，你妈来呀！Oh no, versus Nanbu. Oh no. Wow, 险啊！阿玛甲开始的问题，没办法，场上三个人了，你不如怎样都是对到我的。很险啊，真的。我想办法踏到第三名。他玩攻击，玩哇火热，丢！现在才给我来那个狼，
住啊。老哦，我阿妈吃干。我觉得我会输给阿妈吃干。妈的，有人买 Tempa， 几百？啊，输啦！妈的，都打不到，玩什么？所以，惨了，阿妈加开。身无分文啊，啊，这个 Clio 打不过。诶，可以哦。哦，死掉了。嗯，他只是在打阿妈才开，还没有。Too cheerful? Maybe. Will I keep the team from dying? Definitely.
啊，打不过这个。嗯，没救了。历史掉。